福，盖上宝贝球，收服各种好康优惠。新北好事生活学系列活动开跑，9月30日前，除了26座市场联合促销满百抽奖外，更有6座市场提供特殊的消费加码活动。透过联合行销，而且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优惠方案以及赠品，例如说参加我们的消费者到我们的公有市场去，他只要消费满一定的一个额数，就有机会得到大奖。好事生活购市场联合促销活动从9月正式开跑，搭上手游宝可梦热潮，推出在新北市场抓宝可梦就有机会得到折价券的快闪优惠。活动现场还会撒花，吸引更多的宝可梦精灵出现。我们的很多市场，它不但环境整洁，而且呢非常的有秩序、卫生。把我们过去大家对传统市场的那个不良印象都去除了，让它成为一个方便逛、方便买，而且是便宜实用的一个好场所。这次活动有6座市场加码优惠，有机会拿到冰箱、电视、扫地机器人等多项好礼。汐止观光夜市也将在24日举办健行拿好礼活动，参加活动就有机会获得42寸液晶电视，有兴趣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。凯擘大台北说新闻，张云飞采访报道。